领略不一样的世界，观看最前沿新事物，尽在芒果望世界。观众老爷们大家好，我是芒果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，很多人在休闲之余都喜欢出门旅游。而随着旅游业的大力发展，我国现在也有很多不错的旅游城市，现在发展的也特别的不错。今天小编给小伙伴们介绍的就是需要细细品味的城市厦门。厦门这座城市有旅游的小伙伴们刚去的时候并不太喜欢，因为人口众多，街道拥挤，甚至有些不友好。但是一旦你在厦门待了一段时候，你会爱上这座城市。这里有大江大湖，更有厚重的历史。厦门是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，它与泉州、漳州同为闽南的经济特区及金三角。在厦门也有很多岛屿，这里最出名的景区就是拥有五 A 级称号的鼓浪屿了。这个旅游景区不仅是学生的旅游胜地，而且也是上班族的娱乐休闲之地。同时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老年人养老的城市，因为这里的空气质量非常的好，在城市中排名第一，而且这里也没有那么浓厚的商业气息，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受青老年人的青睐的。然后就是厦门还有古老的巷子，这些巷子里也很寂静，如果来到这里也很容易得到放松。还有厦门的卫生也很干净，曾有一位日本人也称赞过厦门的卫生，可见它的卫生程度可以和日本媲美了。而且在厦门还有很多美味的特色小吃，所以这里适合细细慢慢的品味。本期的芒果望世界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击订阅、关注、评论和转发哦。